就是我们有，因为我们都会自制一些小东西嘛，然后就互相交换，所以就有自己做自己的小卡，然后跟他们交换这样。真的是好玩的那种，就是这种的。你自己的？对，我自己的小卡。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就是啊，一个展他在那个会场一个就是想看我们装扮成什么角色，然后其中就是有哆啦 A 梦，所以我就想说就打扮成这样子。就是我们有，因为我们都会自制一些小东西嘛，然后就互相交换，就有自己做自己的小卡，然后跟他们交换这样。真的是好玩的那种，就是这种的。你自己的？对，我自己的小卡，因为他们是大家都很友善，对追星很友善，但是因为我没有准备，所以我想那我就准备这个跟他们换，这样对不对？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就是啊，一个展他在那个会场一个就是说之前的首尔场之前说啊想看我们装扮成什么角色，然后其中就是有哆啦 A 梦，所以我就想说就打扮成这样子，想说有可能会特别注意到，对，他那个时候有说，还有说哆啦 A 梦之外还有。